台东，我们今天在义大世界的美食街吃晚餐，好漂亮哦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蛋包饭，而且是笑眯眯蛋包饭哦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小章鱼、薯条、鸡快餐，这是儿童餐。东东也一份哦，然后哥哥自己也一份，一人一份，一人一份。这个儿童餐一份128块，我们点了两份，还有附冬瓜茶，好吃吗？好吃，129块。129块哦。好，换我去点我的。嗯，东东笑笑脸，对不对？笑笑脸，笑眯眯。我点了一个巨无霸鸡排蛋包饭，等一下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巨无霸，有多大。这小朋友吃起来更可爱。哎呦，溜了。对，我们的旁边是一个很厉害的溜滑梯，它从4楼溜到1楼，我们看一下。刚有人溜了，从4楼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的。搬到1楼，好厉害的感觉。一边吃饭一边看人溜滑梯，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子，好久没有这样子全家一起在外面吃饭了，非常久。我要吃我的小咪咪蛋包饭。妈妈的女儿是几号？我帮你去看。74吗？我看一下。还没有，现在72。然后彤彤他们吃的，彤彤他们吃的这个是高雄空厨的餐点，在这边。高雄空厨的，还不是卖蛋包饭的？好像是哎。对啊，我也点了一个蛋包饭，在他旁边的南洋美食的。这个是什么店？根廷吗？还是什么银廷？根廷。然后这是彤彤他们的，然后妈妈再过去点那个意大利面的，我们等一下一起看。第一次在义大世界的美食街用餐，哇，这么厉害哦！一手鸡块，一手薯条哦，那是冬瓜茶。而且它旁边那边就是影城，是国宾影城，对不对？然后听说这附近还有一手大学，这边就自成一个可以机能很完善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城镇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学生下课之后啊，就可以来这边逛。这边吃东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，我们刚刚在前面那边看到有那种很贵的，一客都要400-500块，然后这边的这种平价的一客就是100-200块的。等一下吃完再吃，那边有一个潮州冰，你想去吃那个冰，就在对面，放大一点。潮州冷热冰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去吃个冰，嗯。然后明天我们要吃这边的那个饭店的咖啡，吃到饱自助料理。我去看一下那边的咖啡72。哇，妈妈点的鸡块可以那个吗？是吗？可以啊，也是冬瓜茶。妈妈点的是焗烤笔管意大利面，这个是也很便宜耶，169而已。然后今天特价。哦，也很便宜耶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上面有起司，然后有附玉米汤跟冬瓜茶。妈妈是焗烤的血管面，要不要？好啊。阿弟，你
鸡排哦。里面还有隐藏猪排哦。猪排。哇，这起司刚刚盖住，完全没发现它哎。这一层厚厚的都是猪排，然后下面才是面，看起来很不错哎。东东要用傻了。嗯，贾宝宝直接要扫，对不对？嗯，妈妈。好，你先吃完，我再问你。好吗？我直接挖一点在你的餐盘，好不好？要吗？不要。现在剩爸爸了。对。是我的，我的是巨无霸鸡排，我等一下看看鸡排的巨无霸有多大片，传说中的巨无霸鸡排。而且我们点这两个好像有附代币可以去，哎，我都好了，我都好了，我去拿我的好了。我的这个也是168块，168有这么多。然后它的是饮料是可乐鸡，有雪碧、百事可乐、柠檬红茶。爸爸最爱了。哇，哦，对不对？哇，是高雄的物价真的比北部有便宜耶，这样 CP 值很高耶。你看，他把这个鸡排切的这样子，叠了三层，这样168，还有蛋包饭、薯条、小菜。对呀。少刀一下。哇，我觉得 CP 值真的很高耶。赶快开动，肚子好饿哦！赶快开动，在义大世界游乐园玩了一整天，肚子好饿，那我要吃咯。那彤彤要薯条吗？你已经有薯条了哈，我要吃咯。妈妈这边很好吃。好孩子啊，好吃。等一下，先看看。好看。嗯。哦。还好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彤彤也拜拜哦。今天表现很好的彤彤，拜拜，拜拜。久违的全家一起在外面用餐，真的憋了好久。你觉得？对啊。